开饭，开饭！呀，嗯，从来没有扫荡过朗西夜市，今天晚上带你们去吃生蚝。Hello， 你好 ，Hello， 你好 ，Hello， 你们这里是卖什么的呀 ？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吃野们呢？就这里了。嗯，哎呦，还有大闸蟹啊！自己要哪个地点也可以啊。我要玩，什么要哪个？小孩子才做选择。这可以生吃了吗？这一箱有多少个？有100个、啊。算了，吃不完。灵魂酱料。嗯。我吃海鲜，我还是喜欢吃原汁原味的。酱汁比较鲜甜一点。那叫啥？蛏子。我跟你说，他那蒜蓉调的很好吃。嗯，袋子加多一笼，加多一笼袋子。嗯，一人一个。加点这个蒜蓉。嗯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广西人喜欢放这个粉丝跟那个海鲜一起蒸吗？因为那个粉丝它会吸到那个海鲜的那个鲜味。这个是什么？鲍鱼。嗯。下面是蟹。下面是蟹是吗？哦。哦，这个有黄，这个有黄。嗯，开饭。啊，真香！象鼻螺。哦，高压锅生蚝，刚刚好啊。这个蚝还算肥吗？哦呦，我露手啊！一点腥味都没有。我吃生蚝，我最怕就吃到那种腥的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是香茅，还有洋葱，还有姜。这个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。这个应该是大蒜。种蚝才肥吗？北京。啊，阿姨，这笼吃完了，太爽了。谁说来三亚就一定要吃海鲜的？今天我们带你们去搞点不一样的。Hello， 这是烤好，这烤好了吗？啊，对，这刚烤好的。这一只有多少斤啊？4.5斤到5斤，那等下拆出来称来吃蛋。吃得完吗？一只？小看我们两个的饭量了，我搞一只。得了，我可以自己烤吗？得，帮我要一只，帮我要一只。来我们海南高兴。我跟你说，要是有个锅，我跟你讲，我当场去买个鸡回来就打椰子鸡了。嗯，那椰子有点嫩，我们去看它烤怎么样。快了。好的，这只是我的是吧？啊，对。嗯，尿尿，还要再烘啊？还要把那个底要烘透，它现在只是把那个皮烤好了。哦，可以搞快吃一下。我操，好吃哦！真屌啊！啊！三斤的盐，海南岛的翁菜，但是没有我们那边那种那么嫩，它这种应该不是那种水瓮。哦、啊。还有摆盘的。我这两个。有，我们虽然是大排档，但是。摆盘也是要有一点啊，仪式感满满的。哎，有没有有什么蘸料的吗？稍等，他拿过来啊。哎，对，蘸料就蘸着，我流口水了。啊、尿尿。嗯，哎，直接上手了。
它那个肉是甜的，那皮是脆的，一口咬下去还有那个汁水流出来，太爽了。撒点白糖，吃什么海鲜？海鲜哪里没有得吃的？好 mini 的猪脚啊！和猪头，吃个猪头，赶紧回去去帮忙吃个香猪，对比一下。舒服，简简单单又得一餐，舒服。走嘞，打包回去酒店当夜宵。